董卿主持开学第一课，颜值获赞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说的是他。董卿是央视著名的主持人，主持过很多的节目，被很多观众喜欢。在开学来临之际，央视和往年一样播出了节目《开学第一课》，由董卿和撒贝宁主持。董卿和撒贝宁都是很优秀的主持人，主持这一档节目也非常的合适，带给了观众很多感动和教育。董卿在节目中又展示了她的气质，被很多观众肯定。董卿的主持功底不用多说，主持过的多档节目是她最好的证明。董卿在节目中展示的优雅气质，让很多观众都感受到了。很多观众看了董卿的主持，纷纷赞美了董卿的主持能力和她优雅的气质。很多网友都觉得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她。免责声明：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